好了，乡亲朋友，俺聊过后啊，转到俺哩个节目现场了哈。今不俺哩个好空闲来无多，老乡亲朋友俺来讲多呀哈，是系俺哩嗲讲面皮个问题哈。也个啊，面同家是俺哩窝窝夫妇嘞，岁数较少嘞，俺应可以来呀哈，是好青春的话，还好看啦哈，咪还有精神俩的。还讲多俩位唔哩，乡亲朋友啊，你是要去考虑过多哦，也个窝窝夫妇俺要办去处理，像讲啊哈，恁讲年岁有嘞哈。第一届，因讲，因讲法令纹，从毛吼，也是一等，可能大家会知道，应该要温柔下去的时间，是可以到会下楼嘞。你要叫处理方式，应该看到 Andy 两位哦，其实没做得用，大家玻尿酸来处理。做得，哈，时尚爱到啥，一间个羽毛。系啦，嗬，要讲啦，是讲按到三百蚊，三百蚊，用翻我度即系讲，诶，你听啦，但都话二条头是三条蚊嘛，嗬，二条头按千八十，八十嗬，是按到三百蚊啊，所以呢个三百蚊是，同你一等等应降诶，处理就等到诶，你出来是表情一路咧，哦，系啦，诶，你唔管后生也老啊，嗬，会活下去嘅回数，肯要将到呢个，哦。嘿，泪沟大一点多，从你啊，一天是用玻尿酸来补片，哈，来补片。他呢，你下也有动作是讲，哎，皮肤暗扁，哦，三根，皮肤来讲会好，好等等，系冇，哎呦，好看啦。所以你啊，时间用嘛方法？有没用玻尿酸？你啊，种嘛方法？他么是维金石啦，哈，你下也系病东西落，人家了解皮肤的保养，冲冲打用注射，注射。好，唔爱讲推动，爱想做啥？所以你今尾讲到的全部是系因讲到动简单嘅方式，吼，也唔会动难。可能我哋下要周边嘅时间，我聊下过后，去处理一下就做得咧。做得，啊，不过咧，空中会本安心吼。会消化脱去，吼代谢脱。哎耶！所以 Andy 的三百分来讲是用一方法，韩国头先讲到的维金池俩的，吼，用肉毒杆菌同 Andy 的玻尿酸冲下来，吼，来冲下来，来做是会好吃。假如讲 Andy 的泪沟啊，吼，是补偏哈，自然的你是后生五岁。系人皮就好，因为啊，听人就看得到人皮看得到，嘿，吓，不过是讲要三十一会肿啦，哦，因大萎缩，吓，因为因呢头卧下去啊，是当憔悴，哎呀，好，好，所以咧，你讲到呢个应该泪沟啦，韩国 Andy 嘅呢个三百蚊，我哋都用用翻来处理，我哋喺现场要填白过来之后，我哋系太嗨嘅刘小姐，你好，喂，你好，主持人好哈，你好。我想请问你，那皮肤啊，创啊，这两面了哈，创我爱瘙痒啊，我袂开，皮肤开，啊东西过落去哦，很快就干嘞。嗯嗯嗯，所以讲皮肤袂安用好好，韩国袂开，人家保养品你可能擦下去，又高没冇办法吸收，哎一下子摸嘞。又高，它没有办法吸收。哎呀哈！啊，我也有去看医生，医生们拿那个什么给你类固醇啊，什么那个什么给你擦。嘿嘿嘿，好，两家问题要太低是两点五分。你多少哈？咪差唔多六十，好六十岁，好，你可能是闷到你个年岁，或者地上地用用翻来处理。好，你听话先，挂听加下场，你哋树林内乱做飞刀吼，你下个来接人来通知，你两摊咪全台正你好。慧珍好，助理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大概不应该都当会讲来嘛？我哋咧像我哋唔是去过个美容诊所嘅人咯，像我哋咧按样嘅去看，个美容诊所当然合格诶。哦，你要当专家，你要专业，你要所以我哋都冇乜感冒可以看出来容易啦。系啊系啊，嗯好，阿勇健康，什么老安子说，好，你讲真实咧，吼，你讲到嘅朋友啦，吼，可能对一方面，阿勇嘅去潜已经黑结咧，你冇乜解啲，吼，唔说，你做跳歌节目嘅节目，留意到嘅，一个基本咧，好，我了解嘅，我啲嘅，我本体假来啲歌后，我落去。啊，拖落去前面时间就会黑夹掉嘅。好，安尼来啊，讲到有两只问题咯。第一就是安尼头先太嗨嘅刘小姐、刘太姐去讲到嘅两问题，因讲皮肤会好好呢。嘿，好，还个擦两个保养品咯，一下是冇睇咧。嘿，一上到用个啥啦？
就开始60岁啦，哈，60岁以后，哎，你的更年期呀，也结束了啦，哈。所以呢，跳下哎，你《红楼梦》啊，是动少嘞，所以哎，你皮肤的分泌的油脂冇太起嘞。所以呢，有小子恩洗面哈，唔好日日用洗面乳、洗面皂，恩伊用温烧水。总得等于用那个洗面嘅那个擦护嘅来洗哦。嘿，错。他呢，两日用一度也冇关系，好，冇是一礼拜用两度还好好。用嫩烧嫩烧嘅水来洗是做得。嘿，冇错。他呢，你诶用洗面乳来讲哈，按部洗头。恩尼洗头好欧洲嘛哈，是谁是应该按部洗头谁是好嘞？谁去多是做的嘞？好，他呢恩尼认为呀哈，恩尼分泌的皮脂腺减少嘛哈，所以呢恩尼皮肤是免受白冻油，还有地白冻燥，所以恩尼呀，咩讲三万多高油的东西，所以第一哦有水哈保。保湿哦，了解那种水分的了解补充哦，有啦嘿。哎你呀，诶，年岁后台动动脑是水啦，哈。哎，水是多的哦，哈。就听下讲，雷蒙凉凉的哦，哈。喊呢，哎你保湿保落去呀，哈。哎，膏药都送的东西，哦，了解保湿就擦好膏系哦，哎你当膏下个膏一层，膏上送的东西，送的东西，哈。喊呢。当当人讲，哎呦，我按楼咧，唔是风晒，唔是风晒，有咩来个？咩强壮？嘿，强壮最少过了3钟，哈，还都是水，哈，还呢，洗身用好皂诶，我相信一天唔系免为开，你贵身全部为开，嘿，还呢，唔冇洗少强少的水，哈，然后我洗身来讲啦，哈，然后水来讲咩？冇强少，冇强少，嘿，还呢？诶，唔好十分唔好年纪用，一礼拜用一度时候，真紧咧哦！你一讲，真是当当朋友平常会收讲，阿用咁有办法就洗个墙么？喂，冇啊！恩伊是用恩伊个毛巾哈，棉帕，棉帕咧，诶，撸撸啊，哈，是做得咧，哈，哈呢，唔好恩伊诶乳液、身体诶乳液咧，高高个，某天不是高照的时候好安妮就安用的一招方式提供本向前面有有了七款啦啦好好过三下了两张问题第二张问题动重要哈安妮呀基本讲哈其实你的看肌肉拍吗嘿嘿安妮真紧的真熟一天结痂的本肌才真熟的拍哎真熟的拍的医生会出来你会问肌肉是受过训练吗？是。唔系讲皮肤科、整形外科，是一定一定好。冇咁错，皮肤科佢一定了解皮肤。错。系，按你来请皮肤科，他相信皮肤科冇难度啊。按你看肌肉训练讲么？是。像按你有中华民国诶，这个医学美容学会。哦，你还含有耳鼻喉科、颅颜整形外科协会，当都是有俩训练，讲爱来做医美，该按做的看机、问机，机有俩的证书么？有俩的训练么？哈、哦，所以你做的落去问机，喊你做的去看，很低薄的小姐提供本按你，然后你的医生很当重要。肌肉经验嘛，哦，除开肌肉都拍全部有以外，体没有经验，我签下老经验没错。你看哦，哎，你达到你啊，哎，一天有经验哦，达到会变动者，冇打好吼，打落去啥凹凹凸凸，哈，所以经验也当重要，错，还一张没当重要，肌肉的东西合格。肌肉的东西合格吗？你要想问题，我附近的肌肉没有受力。那用低肌肉的东西有合格吗？你做得好问题，哈，政府就不你合格的，像机器当重要哦，哈，你哈政府就规定，你的机器到了，你政府合格的温是来达到该。
吼，啊你讲，哎呦，我用滴，你做得对几好嘛？系你啊只，几啊只机器喏，吼，啊爱大东西要合格喏，你要做得看，吼，你做得慢。越普通安尼当简单呐，我系买一天就单了啊，错，哎，莫几时要合格数啊，吼，哎呀，喊呢。几用诶，又惨东西哦！你要动心机呢，你是要回家哈，机没可能没办法分得出来。所以呢，没讲便宜时候，系哦，嘿，真紧哦，我按当年下来哈，真紧，没便宜时候，所以俺要请合格的医生，皮肤科、整形外科，还么是又训练呢，技术还热门机，佮做几多年呢？哎，想普通，你打玻尿酸，哎呦，先生，你打几多沙？哈，我假使佮侬讲，我就打冇几多沙，哎，用用个三块布去打嘞啊，做得啦，好，哎，你也看你呀，错错错，他呢，当好，你们讲，佮诊所，哎，有哎，刘医生打过诶，刚个照片不爱看哦，还做得看两家己的两家医疗签医疗，还有两家有相片嘛？那相片上把阿爸动刀。嘿呀，你做得讲，哎呦，哎，你阿用打爱肿么？嘿，哦，你阿用打做得么？当中呀，你想爱哪个东西，爱同你的医生讲到当清楚，你爱老去表达清楚啦，还讲你咪爱问清楚啦。莫你打出来切对咩你爱嘅，所以相信爱同爱人他讲。摸你的大羊半夜鼻子哈，你相片那碰还看，叫哎呦，那林志玲的鼻子，哎你讲的哦，摸啊，医生我说，爱打恩用当将哦，打出了免疫哦耶，所以俩几年呐，医疗纠纷讲究很多，哎，所以讲打一千看清楚，问详细，哎，通医生。沟通仔细，韩国安利咪唔是讲啊，吼，上班哈有的朋友其实咪少讲，我阿爷哈讲啊，吼，了解啊，医生杀鸡系唔咩，哦，袂讲啊，吼，下礼拜让我做的事情就冇用心用办，其实让安讲多啊，吼，了解啊，替安利去解牵理啦，去解牵理，去家里照顾好来了，吼，安讲到阿妹啥吼，同了解安讲老了解啊，最青春的岁月全部奉献本家庭咯，安讲外貌虽然总得代表所有，不过呢，有将将的外心咯，就总得本。更加有自信，还有好信心。故说，安尼好好来打扮，还个照顾好安尼的空间，你还是等重要的哦。安下周礼拜好空间来报道，来让大家更多的经验去运用办事出了解好的细节咯。基本当新闻苏林来到安尼现场，新闻一，新闻一，新闻开始噶。来安尼做，两位要来聊下，噶下是听在安尼身上，接下来好好做运动嘞。